兄弟们，有没有见过那么小的二氧化碳瓶？就那么迷你，你们信不信？这一个小缸竟然能用一个多月。这个现在已经组装好了啊！你看，现在已经有压力了。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玩这个，就先试一下，等一下再给你们做个拆解。我觉得，如果你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小缸，啊、呃，或者是想做一个小缸，没有地方充气，没有地方充二氧化碳，就可以尝试一下这个。现在我们需要这个二氧化碳的内置净化器，这个是不锈钢的，然后还需要一个气管儿。 能把它给直接连连接上去，这不是气泵用的啊，就是二氧化碳专用的高压管。好了，这个另外一头啊，就连接二氧化碳的气瓶的气泡器上面。这个就跟我们用那个大的钢瓶是没什么区别的。然后把它装上去，然后拧紧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把它挂在缸上面。好，下面这里是调节阀，调节它气量的大小。我们把它开大一些。你看，我这个新化器也是新的啊，现在开的这气量非常大。 就把它的气孔啊冲一冲，现在冒出来的都是这种大气泡，新的细化器是很正常的，最起码要过一天两天以后吧，它细化的才会比较好。这个黑色的小模块是电磁阀，也就是通电开启，停电闭合。来，我给你们演示一下啊，大家看到了吧？这电磁阀很容易理解吧？ 如果一直通电呢，它就是一直开启的状态。像我们玩这种小缸的话啊，就二氧化碳就随灯开，也就是说你每天开灯几个小时，二氧化碳就开几个小时。所以呢，你还要配一个这种定时开关插座，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说啊。这个刚才我装的时候没有拍视频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不确定它是不是好玩，所以现在给你们拆一下看看。这个就是它的外壳，刚才你们看到了，就直接套上去，就是美观一个底座嘛。这个就是那充满能量的小气瓶了，你看它的压力顶到多少，一千多了。 这就是那种抛弃式的嘛，也就是一次性的，就你这一瓶用完了之后拧下来直接扔了，然后再换一个新的气瓶就可以了。来的时候这个气泡器和电磁阀是分离的，电磁阀和这瓶体也是分开的。这里还有几个瓶子啊，来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这三个，我还有三个有的玩呢。你们看这个瓶子它是完全密封的，等我们把它拧到这个减压阀上面去啊，拧到这上面去之后，它就自动的就打开了。兄弟们，我有一个想法，我想把它给拧掉，现在是有很大压力的啊，我们尝试一下。 我我操！吓我一跳，兄弟们，你们看现在这个压力卸的差不多了啊，这个上面哇结了好多霜。二氧化碳的沸点零下几十度啊，哇特别凉。你们看，其实它就像那个牙膏的瓶口一样，我们把它拧上去之后，它就直接把这个口给顶开了。来，我现在拧上去啊，你们看这个压力表，看一下，哎，还上去了。来，兄弟们，我给你们看一下一个正常的一个二氧化碳钢瓶，两个做一下对比。 这是一个四升的二氧化碳钢瓶啊，你们看，嚯、哦，这个差距。不过呢，对比明显，这个差距肯定也是非常大的。有多大的度量，注定它只能装多少东西。这小瓶的话，小钢应用,用还是可以的。你看，它就是十六克的液体，所以呢，它跟那个大瓶肯定是没法比。像这个四升的大瓶，它能装两公斤的液体。两公斤什么概念呢？一般我们用在草缸是按泡计量，比如一秒一泡的时候，这个大瓶我们充满气，充满两公斤的话。 可以用一年，如果你用得好，甚至可以用一年多。这个小瓶呢，我给你们看一下人家测试的数据，说的是三秒一泡随灯开，可以用一个多月。这这一个小瓶，我这个是三菱的小方缸啊，那三秒一泡是没什么问题。就是这个数据准不准还有待测试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，我也是刚拿到这个东西。其实这个定时器也没啥说的吧，他们都有那个说明的，那仔细研究一下很容易明白。也可以用那个什么智能插盘，那个反正只要是能定时就可以。因为刚才说那个二氧化碳不是要随灯开嘛。 就是你每天开灯多长时间，这二氧化碳就开多长时间。这样的话不就是能省气儿吗？本身就是一个小气瓶。你像我用那个四升的二氧化碳啊，我就是每天二十四小时开，就不会装那个呃定时开关。你看我这个是上午的十点三十开，关的话是下午十七点。灯的话也是这样，把这个定时器插在插排上，然后再把这电池阀的插头插在这个定时器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是不是很多新手粉丝不知道一秒一泡是什么概念？你们看。 现在差不多就是三秒一泡，这是我前一段时间开的一个小莫斯缸啊，反正乱糟糟的，也没好意思给你们拍，我也没有去管，也没有去打理过，啊。这是一个桌面小缸。莫斯的状态也是一般啊，因为之前也一直没有二氧化碳，这个装上二氧化碳，过一段时间再修剪一下，看能不能变得更漂亮一些。好了，兄弟们，那今天就这样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我是黑猫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